一，人口总量，全国人口共14亿1178万人，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时的13亿3972万人相比，增加了7206万人，增长5.38%，年平均增长率为0.53%，比2000年到2010年的年平均增长率0.57%下降0.04%。数据表明，我国人口10年来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。